倪妮、林允儿红黄长裙对比，你更吃哪位女神的颜呢？昨日，倪妮、林允儿两位女神现身不同场合，却都身着纯色长裙礼服亮相。虽然颜色不同，但是却被网友拿来对比，不知道你更爱哪个呢？倪妮身着热恶姆 Acra 黄沙抹胸长裙，搭配钻石流苏耳环出席新浪时尚风格大赏，黄钻耳环成功点缀细节，气质简约优雅，是红毯造型再现的一天啊。确实，无论多性感的衣服在她身上都不会让人觉得艳俗，只会觉得高级。与此同时，在澳门举行的国际影展闭幕红毯上，林允儿一袭红裙亮相，更衬托出她白皙美肌，优雅甜美，一颦一笑都很动人。两位风格截然不同的美人，却拥有着一样迷人的美貌。倪妮挥手好像是一个高贵典雅的贵族，一举一动优雅迷人，而林允儿挥手时就像是一个可爱的邻家妹妹，温柔又带有一点点羞涩，让人觉得平易近人。不知道这样的两位女神，你更爱谁呢？